咖喱山药炖土豆，葱、小米辣、土豆爆香，煎水加入咖喱，加入山药块，加入盐、花椒面、鸡精、白糖，小火熬制浓稠。嘿，我的大澳芒终于可以吃啦！呵呵，先挖一块，个头特别的大。特别的甜，特别的甜，特别的甜。哦，哇，这个甜度真的是可以称为之最。汁水也特别的多，特别的丰富。哦，哇，个头差不多是这样的，这个现在再放几天才能吃，还得等几天。咖喱土豆山药，我还放了小米辣，炸鸡腿，太香了。更多精彩尽在微博，关注社会你肉。